我们必须选出我们最能干的副总统参选人，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。所以今天借这样的机会，我特别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的副总统参选人就是我们最熟悉，也是在我们国民党最有战力，也带领了一大堆国民党所有的民意代表，在各地方能够凝聚所有的力量，不断的支持国民党。这个就是我们最尊敬、最有能力、最有战斗力的赵少康副总统参选人。